早上好，老婆们。买了块斑斓米面包。哦，好香啊。遇到我了。韧韧的，好吃。秀香香，再炫个蛋挞子。哇，第一次收到这么大的喜糖。哇，许夫妇准备开动。好多年没吃白色恋人了，还是酥脆的黄油冒蛇饼干。又吃弄堂里的小便当，懒得拍了，就这样吧。这个人呢，在吃一些好吃的轻食。这有什么好吃的？轻食挺好吃的，我觉得。这萝卜干还挺好吃的。又倒了几个，新买了几个碗什么的，拆开看看。哦，可爱吧，蜡笔小新的，买了两个。你看我多好，我都想着你，买这个东西我都买一套。这个也好可爱，还有小白，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呢？我比较喜欢这个，因为它的颜色暖暖的。我喜欢这个。哎，你跟我一样。因为我屁股比较喜欢撅起来。不是那个意思啊，不说了这一段。你看你问我，我比较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啊，屁股。还有一个盘子，其实我还买了那个调味碟。但是好像还没发布。哎，这个也还不错，挺可爱的。还买了一个新的杯子，嘿嘿，可爱吧，这个超便宜的。脏脏是一个味碟，还有一个小白的，好可爱。我把我点的满满出牛罗宋汤里也有牛肉。哎呦，那你不是舍不得剪啊？有鸡又有牛，真不错。酸酸的。本来我这个是不想买的，真的不想吃，但是看到只有最后一个没办法了，还要说两个我都不会买。嘿嘿，买到了玉米饼。啊！什么呀？掉了！吓死我！我以为有蟑螂呢。快掉了的给我吃。不行，掉了肯定只能我来吃的。我就喜欢跟。你的好吃的会不会有点太快了？第一口给你吃。我不要再脏了。谢谢，就喜欢这种很扎实的吃起来，没有一点点冰沙，还可以，口感更丰富一点，奶油的绵软，榴莲果肉的绵软，加上这个蛋皮有一丝丝的韧劲，再加上有一点点冰那个冰沙的这种四重口感交合在一起，哇，榴莲千层这种东西确实好吃。我想吃芋泥千层哦。还买了一个阳光玫瑰果，特别大。宝宝，你帮我洗三颗吧，我就吃三个。快点，我冲一下就好了啊。哎呦，刚吃的那个蛋糕有点吃不出甜味了。还是很脆甜的，散会。